我们刚好提前中华县商会啊，要送餐活动啊，敬老活动。那我们台北有一个张美淑，还有陈美玲，还有黄国英啊，三位山西人士啊，既然先帽子啊，还有口罩，还围巾，要跟大家说，今天一个晚上啊，一个人送个礼帽子啊，就这样给他们老人家啊，温暖温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台北的三位好朋友，谢谢。When I'm falling down